刚刚抄了好多好多笔记，然后把比例什么的抄了三分之一吧。然后师傅，一会儿教我学点什么呀？教你写那个烧仙草。烧仙草？对，制作烧仙草。行行行，那我准备准备，开始学。好，烧仙草汁，然后再点粉，然后准备锅，这就是那个淀粉。这个就是那个烧仙草，制作烧仙草，然后盛水，把水加进去，但是教你的那个步骤跟这次我烧仙草接的怎么样？基本上大概简单的都学会了，然后其他的再接再厉。后面的话可能会更加的难度。对，因为刚开始现在是简单一点的，简单一点呢，容易学会。然后以后是配料、比例，然后水煮。好多好多种类的，然后慢慢学习吧，我相信都能学会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我的口号好像是忘记了。之前你在工地的口号是什么？之前我在工地上班的口号是干就完了。现在可能我们现在口号是越努力越幸运。越努力越幸运。对，行，以后的口号就是越努力越幸运，干就完了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期待我们下一个视频，然后大家有机会可以过来广州喝奶茶。拜拜拜拜，再见。